男人叔叔压力大，去公厕要守戒。女仔就话中意喺厕所里边 girls talk 啫，只不过男士们又未必敢睇。英国伦敦大学调查发现，将同文去公厕叔叔嗰阵会紧张同埋不安，除咗惊俾人夹到嗰度之外，仲怕同人有 eye contact， 俾人误会做偷窥狂啊！所以男士都有公厕潜规则，就系要保持低调，咪两头望。左右两边有人去紧嘅话，就咪行埋去啦。实际啲，嗰系撩兜设计，加翻块板已经好好多噶啦。不过有人就担心咁多私隐会搞到男厕排大队。